提供一则公路总局的最新路况资讯。中度台风卡奴共伴豪雨，导致道路阻断的灾情，在北横公路台七线部分大同乡牛豆路段的路基缺口已经进行紧急抢修交通管制。而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独立山公路段是宣布，为了维护用路安全，从10月16号到10月20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每整点呢放行10分钟，提醒用路人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